再吊这个灯，因为这高度不够嘛，所以晚上一头一头吊到差不多的时候，省一点力我们就抬上去，然后这台再移到后面把它铺高，因为高度不够了。很好用，你看要推车，你看从这边推过来这边，是不是很好用？晚上好像有蓝眼泪，要想要去看，要把这组吊上去再讲。其实有时候做事要用头脑而已啊，没有说需要很多能力。然后反正也，然后这么远吗？我拍，顺便拍上面那个云层呢、啊。蓝眼泪啊，想看蓝眼泪、啊。就等一下浮到差不多接近的时候吧，我车子再往后退，啊，就抛一下，出一下力抛一下就上去了。头先上去，头过身就过的概念。因为行程不够啦，你要再搭一层浮下来，而且你往中间掉的话也是不 keep 不 keep 的尴尬。啊，不如逃去哇，逃掉去，对不？逃掉去，这样带穿阿六的，哦，我搭抱的穿阿六，我切头老头，就这样子，那没办法了，两个人就这样做，就这样，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配，就这样子。女生没有很重，知道？长脚没有，真的没有很重。比较幸运，过天他搞了，这头可以吊两吨重。那种电动的我不敢相信啊，你要是卡东西啊，就整个掉滑下来了。有一种电动的，就近的啊，类似小金刚的那个，叫这种大型的电动，不要开玩笑。那时候有看我影片，我前面要做这些东西，就是为了吊这些东西，是不是？以后有时候像这个 T-Bus 书包钉吊车吊不高的时候，再组一下这种小吊车就轻松了，不用像以前还没扛。哪一说吊放个两层哦，两层就可以吊到四米五的高度了。吊车升不到的话，就是这样吊。到这边了，拜拜。你都看着脸好不好啊？看一下你的脸啊。好，这段到这边了，下段见了，拜拜。